我们今天来看企鹅人队的比赛，我先来买门票。好了，晚上了，我们来看我们的冰球了。好多人啊，今天我们进来了。哇，这些是给 VIP 贵宾的吧？哇，这里还有官方赌球的，押注已经19000多了。开始了，开始了！主办方想尽一切方法让大家嗨起来，但是上半场大家感觉昏昏欲睡，一直都不是特别的嗨。中场休息了，我们来出来逛逛，这有卖酒的。虽然自己不是特别懂冰球，但是整个比赛的氛围特别好，非常的嗨，每个人都尖叫起来进球。不知道什么原因，企鹅人和 Icelander 他们发生了肢体上冲突，一下子就打架了。而且双方都打得挺激烈的，裁判也没法阻止，感觉就是不服就是干。最搞笑的就是观众全都在尖叫，为自己的企鹅人队尖叫助威，希望他们打赢这场仗。经过裁判的调解，最后判定企鹅人没有犯规，企鹅人打架胜出。但是我们的分数并不是很好看，最终我们与4-2告别了比赛。打太差了，气走了这些人的。太差，今天24秒，大家全都走了就。好，我们看一下最后的几十秒。结束了。走了，企鹅人竟然输了，没事，还是挺好看的这个比赛整体。走了，人去楼空。